大家晚安啦。
感谢恁啊，真辛苦，下早五点就开始啊，四点半就开始准备啊啦吼，一路骑来到彰化，彰化今仔咱即马开始骑吼，都还是骑到对北去，因为住伫迄个大家庭南疆哦，啊咱即个对无得庙遐贵，无得庙吼，啊咱个金龙兄有无吼，伊个主意吼，真正金龙啦吼。哎、欸，靠金龙，伊这毋是银龙哦，金龙哦，伊要分咧三个送互大家听一下，伊讲要分期待在上位，妈妈请你也保重，我感觉你也真友好啦，哦，这我上爱听的吼，一定爱妈妈请也保重啦吼，哦，啊，感谢啦吼，感谢咱的市长吼，啊，咱林市长，咱彰化南苗疆咱关议员，咱每一年吼，拢总是哦，本港金牛也咱带来本港吼。啊，咱明年二马五的嘛，对不对？明年二马五的啦吼，诶、欸，大马市的吼，咱爱食鸡，二马五爱结亲鸡啦吼，即摆该结亲鸡，三马六的吼爱聊鸡啦吼，对不？代表，阮亲山兄吼，真的吼，吼啊，谢谢啦吼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哦，咱的妈祖，中华妈，新疆妈，哇，咱中华家所有妈祖，诶，当保庇咱家，大家今年当过好运。看几个有准，红包搁大包啦吼！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。代表南苗疆非常欢迎咱啊，这个洪天江啊，这个办这个新富台湾啊，祈祷平安哦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哦，非常欢迎大家啊，咱两江友谊永固啦吼！啊，每一年咱南苗疆去本港进香，拢会去咱。洪永江啊，洪天江啊，未休啊，这是非常啊，几落百年来真有意义的一个文化活动吼，一、个宗教文化活动。我相信咱会继续把这个重要的啊文化，这个宗教文化活动继续啊传承下去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。哦，阮两，阮永江员工是非常好啦吼，这友谊永固啦吼，啊咱。非常感谢咱本港洪天江啊，咱这个何大宏董事长真虔诚，啊嘛真有办法啊，用各种方法来发扬妈祖的精神，这是阮南苗疆大家学习的啦吼，啊嘛是世人诶一再甲咱何董事长学习的，阮会认真打拼来发扬我们的传统的宗教文化，来发扬我们啊妈祖的精神。有没有走的压力？走，又走了又走了。没有嘞。阿公，阿公，啊？阿太抽筋了。好，来哦，来哦，白水哦。